就都跟说话有关系，然后在这个时代就可能说话是确实是一个第一要务啊，但是说什么毕竟还是个体的事儿，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，就是不是个体的事儿了，不是个体能决定，可以不说，但是不能不想，可以巧妙的说。 或者是，只是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或者是该说什么。下面这首歌送给这个时代，叫做《这个与之约相冲突的时代》。 需要被解释的时候，它的意义就少了一半了。下面这首新歌叫做《这不是理想的歌》。
去的烟，皮肤着黄，他已经飞了台。他何时疲惫，他何时翻墙，没有人来告诉。当我在踏上那悲归的列车，面对远去的亲人的床，总有什么在我不经